大家好，我是黑 Jones 首席电工，做了很多相机的拍摄教程，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手机的视频拍摄。虽然两者都是拍视频，但是手机和相机天生的使用场景差异，还是造成了两者的技巧侧重点不同。一起来看看吧。搜索关键词黑 Jones， 关注银河系最酷的无人机团伙，更多精彩等着你哦。首先大家要明白一点，那就是不要拿手机和专业的微单比画质。无论手机厂商怎么忽悠，感光元件就决定了它在拍摄上始终是弱势，这种硬件差距不是软件可以弥补的。不过智能手机也有它的优势，那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小巧，而且能安装不同的 APP。 很多专业微单需要复杂后期才能实现的效果，用手机简单几步就可以拍出来了。所以手机拍视频的重点永远都是技巧和创意。关于手机的拍摄技巧很多，我这里总结了几个最容易实现的。首先就是利用机身小的特点，用不常见的视角拍摄，最容易出效果的就是仰拍。比如将手机翻转过来，仰拍树冠的同时绕着树桩转动，出来的画面就非常的文艺。或者将手机放在地面上，从上面跳过，结合慢动作出来的画面也非常有冲击力。再比如撒树叶等等，都是一个思路。刚刚提到了慢动作，对于没有稳定器的你来说，这项功能能大幅稳定你的运动画面，也是拍出电影感的一个特效药。但是有一项需要注意的是，拍摄慢动作对于光线的要求比较高，别在光线较暗的地方拍摄，时间最好是太阳天或者夕阳下，如果有条件能打光就更好不过了。手机上的延时摄影是我认为比相机方便太多的一个功能，连相机上复杂的调参都不需要，只要构图 OK， 基本上一键就能拍出不错的效果。这里提供两个思路，一个是挑日出日落、云卷云舒等元素拍摄纯风景，另外是把自己和街景放在同一构图里，自己保持不动，拍出动静结合的延时，视觉效果很棒。我们之前的这期节目还讲过一种更高级的玩法。除了拍摄本身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遮罩转场。其实遮罩转场的核心很简单，就是找个东西遮一下，至于拿什么遮其实无所谓，只要遮挡前后的镜头运动协调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用最常规的左右运动、上下运动，如果嫌麻烦的话直接用手遮挡也行。另外我推荐一种很简单但很出效果的后期技巧，就是倒放，它能提供一种反直觉的视觉效果。比如树叶的落下变成上升，冰块的融化变成凝结，人来人往变成时间倒流，这种效果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，别有一番文艺的氛围。另外对于手机视频很重要的两个元素，歌曲和滤镜一定要慎重选择，千万别草草了之，用不同的组合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，这里不妨给大家做一个对比。虽然手机拍视频的重点就是便携，但是还是有一些配件值得选择。首先最推荐的就是手机稳定器，能不能拍运动画面是拍摄视频的一个分水岭，当你能够将镜头动起来的时候，你能拍摄的镜头类型就会丰富很多。当然稳定器的运镜技巧也要学习一下，我们之前的这期节目也讲过。另一个配件就是附加镜头，最常见的就是长焦、微距和广角三个镜头了。其中个人最推荐的是广角附加镜，能够给你的手机带来运动相机一般的冲击感。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手机配备上超广角镜头，相信这个需求应该是越来越小了。最后教给大家手机视频拍摄最重要的变量，只要掌握了它，其实前面的技巧差一点也无所谓，那就是模特好看。好了，开个玩笑，以上就是我总结的手机视频拍摄的十个建议。如果你还有什么补充的点可以留言讨论，更多拍摄技巧和产品测评别忘了关注黑 Jones 微信公众号哦。 B 站的朋友欢迎订阅投币点赞充电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